大家讲后啊，
对，从头开始弹到后面，然后每一次虽然他很凶啊，就是叫我们弹歌，然后每次不让我们玩这样子，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这样讲，很有那种家的感觉。有芒果吃啊，还有很多水果，还有很多水喝这样子，然后很有另一个家的感觉，就是在佛教会。芒果之家。没有啦，就很这种感觉很特别。然后渐渐的从这另一个家，然后我们继续的这个路程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，其实不只是佛就是吉他版的，就不只是吉他版的那个法语而已。之后还有一些我开始慢慢参加好像全国营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认识了更多的法语，然后也包括在我们母会现在也是去了大学，一些去了外国念书，一些在 KL， 然后一些在大口那些然后就大家都虽然大家都各飞东西哦，可是这种法律的感觉，我们每一次一办活动，他们还是会回来看我们，然后这种感觉很特别。然后不管我怎样去形容，我还是很奇怪，因为看到他那一两秒钟会有一点尴尬，可是一开嘴的话就没有尴尬了，就你会突然间就开始讲到很奇怪的东西了，然后这种感觉很特别啊，这种法律的发型，所以我要补充一下，就是就每次啊，在我们就是有时啊做活动啊，碰到很迷茫的时候啊，就好像就要开场了，叫我们那些新人啊，他们都会回来啊，给我们鼓励啊那些东西哦。然后不懂这么哦，就突然就很有精神去做东西了哦。就不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？有。